澳洲人特殊消遣回忆比赛，让型男好傻眼。我妹妹她之前住在澳洲嘛，她就跟我说，他们有一个就是变成一个活动，就是蟑螂比赛，看哪一只蟑螂是跑得比较快。还可以以前有奖金啊，我觉得我应该要，应该要就是带一个蟑螂去欧洲来比他比赛，搞不好还可以发展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